今天呢是崔明明过来打水的日子啊，然后我们早早的就过来等着了啊，等一会儿大家人都聚多了呢，把桶都放这儿给大家这个打水啊，一会儿我就把这个钥匙发给马铁子，直接启动，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啊，把这个发电机的这个油先加满。驴看呢也走过来了啊，准备打水。大家呢陆陆续续的都到了啊，把这水桶都拿过来。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把这个钥匙交给马铁斯，开始开机。来，先蹲着呗。我记得以前咱那个三轮车用的就是这种车钥匙啊。啊，启动这个机器，我还得调节调节啊。这个没有劲儿啊，这个机器可启动不开啊。好、哦，五、哦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哎呦，你这不行啊，你这换木头头了啊！得调节调节，这个东西啊，就跟那个拖拉机是一样的啊，就使劲。好，好，使劲使劲。好，又换人了啊！对，你看得一猛，你俩学着点啊！啊，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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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来了来了，已经感觉到里面的气体在涌动了啊！哎呦呦，大批水量正在输送中，300米太深了，从管子里得走一会儿。哦，来了，看这水还是看这水还是不错的啊！很清澈，很清澈，来来来，哇塞！哎呦喂，这水很清啊！现在呢，这大人小孩啊，都来到这边，在那看热闹呢啊！渴了渴了，来现接点水喝啊！这个水好啊，水母水母矿泉水，让牛来喝水啊！渴了就可以直接喝了啊，这水渴了直接喝。在这里啊，不光人能用上水啊，你看这牛也能喝到这个清澈的水了，哇！太喜欢了，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水啊。之前没喝过矿泉水啊。哎呀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你看这些牛以前呢都喝湖里那脏水啊，你看现在喝的这水多清澈呀，是吧？太好了。哎呀，别挤别挤，都有都有。太好了，牛这么 happy， 我老老的说嘛，我老老这么 happy， 太开心了。啊，牛说太 happy， 这么 happy， 老真给妈就打个仗。对呀、啊，这家伙水源充足了，你看这个洗澡洗头的啊，日常这个，水好，大家都把水桶打满了啊，然后呢带回家，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啊。所以说很多家庭呢，他家里用那个接的那雨水都接满了，他们都舍不得倒啊，还是先用着。还有好多人呢不知道我们今天开水啊，你看，但是知道的都来这儿了。我老老这么开心。对呀、啊。你看，矿泉水。对呀、啊，喝好水了，喝好水了。都洗洗，都洗洗，都来这儿洗一洗。啊，爹了，你看才3岁啊，自己来过来洗洗啊。真的大家都太开心了，啊，那儿喝的，这儿洗的，呵呵，真的，可能是他们以前的，你看这小孩啊都没有用过这么干净的水啊，都洗洗，多洗洗。你这不光洗啊，还喝上了，怎么？这是马铁斯的老二啊，家里的老二阿爹啦，你让你秀才哥哥知道了得打你了。哎，哇哇哇哇！哇哎呦，哇，哇，浇了我一身呀、啊！哇、太刺激了，还爽了！洗澡了，洗澡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小孩儿，哈哈，直接洗澡了。小孩儿的时候喜欢玩水啊。
总体来讲呢，包括我们打井阶段、安装机械设备的阶段，包括出水阶段，都非常的成功啊。从此以后，就这里呢，再也不缺水了。太感谢了。